这大冷天又这么晚了，你去给一个小散户送腊肉饭，不会被人认为别有用心吧？我别有用心什么呀？我又不会给他投毒，我跟他无冤无仇的，我干嘛别有用心？哎呀，你该不会通过抓住他的胃而抓住他的心吧？这种剧情太老旧了，早就过时了。再说了，现在的男人都特别贱。 你越是看重他吧，他就越容易轻视你。我根本没有你想说的那么复杂。嗯，你是没有那么复杂，可是你三更半夜的给别人送饭，别人想不往复杂里想都不太可能啊。他是我老乡，而且他现在感冒了。感冒啊？感冒你给他送感冒灵啊？你送什么腊肉饭呢？ 我是说拿着感冒灵药一起给他送过去呢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换衣服去了，多穿点儿。